吼，啊嘛袂使讲吼，我家己是鸳鸯花啊，啊讲鸳鸯花三百花，对啊，所以袂使后白讲啊，袂使后白讲哦，但是我感觉三百吼，淡薄仔可爱嘛袂歹呢，嘿啊，因为吼众群之下吼，你若有一个较活泼的吼，迄个场面你会感觉热闹滚滚呐，舞台顶。舞台顶若拄到三百阿花嘛袂歹啊，你会感觉真精彩啊，嘿啊，啊这类吼比较吼较谦虚啦，但是我拢定来讲，这类敢若袂输迄个啊做百合花，啊哪个？百合花愈开愈水，佮有迄个香味，嘿，以前吼老平老平，啊即摆愈大愈水安尼啦，我会记得吼阿如啊吼，我那十几岁就开始唱歌吼，对，我那吼伫舞台顶真侪当的即个经验啊。无啦，毋是讲你出老的啦，经验丰富啦。哎，拜托嘞，你嘛较正经嘞。还好啦。伫个舞台顶吼，你袂使讲老了，讲老出烦嫌的了。是啊。对，你会讲经验丰富，较资深啦。嘛，无算出资深的。无啦，我意思讲唱较久就较资深啦。嘿啦，敢若袂输伫个公司下即个食头路吼。是啊。人讲啊，做资深的员工啦。是啊是啊。嘿，红包拢领。较大包啦，是安尼嘛，啊，舞台顶啦，愈资深吼，红包拢无大包啦，那差遮多啊，啊，都你无要紧啦吼，我是感觉安尼啦吼，家己赚较袂散啦，是啊是啊是啊，会赚爱加减赚啊，对，安尼你讲这句话我有赞同啦，是啊，我感觉讲吼，不要对自己要求太多啦，是不用啦，嘿啦，我感觉讲欢喜过日子吼较重要啦，是啊是啊，身体健康比较重要，是啊是啊。所以讲，伫个新年年头嘛，祝贺大家拢总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OK， 来，这位会继续过来安排。好，来恭喜孟月娘。来，孟月娘。孟月娘，伊都到月娘，无中毒，下电话当作月娘好啊。来，孟月娘。好，伊就恁个小茹小姐来共献唱吼，以及综合结算，用啊拍面来回传哦。好朋友，大家若有听到咱个歌声，赶紧个咯。小小小船，共同来个欣赏，谢谢。有你的中心，人生的花为了你的来心，想起你的名字。一杯酒，心碎为了。
牛刚刚照到咱两人的脚床。